怎么了？我就不该去那个家，我就不该去。500万。对啊，他家好有钱，找个失踪女儿都500万。如果我去冒充他，对，你就是我女儿。快看啊，楚童回来了。居然这么好糊弄，可怨人傻钱多。这钱你也敢赚，真太糊涂了。是啊，露露，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可没想到。楚童啊，以前在老房子住的时候，你特别听我的话，以后也要听我的话。嗯，爸，放心吧。答应我，这次一定要做个乖孩子，来，多吃点。这，什么声音？喂，你在找什么？啊，我那个。是这些书吗？我们美前可爱看书了。哦，难怪我房间有那么多旧。我是在找书，我以为我失踪后你全扔了。对了，我妹妹还喜欢写日记，记得保持。嗯嗯。这么听起来好像真的很诡异，感觉在隐藏什么。你们不知道，更可怕的是，我发现爸爸妈妈并不喜欢我，幸亏哥哥疼我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去。后面怎么？楚童，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妈，我写日记呢。楚童啊，别乱写，别乱看，要做个乖孩子。咦，越听越吓人。难道他们知道你不是真的女儿？我就不懂了，虽然他们都知道我是假冒的，为什么不拆穿我呢？肯定有问题。这样，我们去找楚童真正失踪原因，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那个家，快。楚童才失踪了几天，全家就在城里买了新房子。日记本里提到的小树林究竟藏了什么近况？难道是楚童下面藏了东西啊？去哪儿了？以后这是雪莹主管的工位，你做角落。凭什么？凭你只是下属。你以为现在你还能取代我在黑泽身边的位置吗？嫂子，我帮你拿包，谢谢啊。没眼力，我们走。我不是他女朋友。他怎么就这么喜欢冒充别人对象，连解释都不解释一下？哎呀，保安认错人而已，我不介意的。我介意啊。哎，你不是要去开会吗？快去吧，啊。行吧，等我回来。嫂子，我想要的人，你抢不走。雪莹，我结束了。雪莹。人呢？别生气啦，这是给你的小惊喜。口红印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啊？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什么口红印啊？不是雪莹留的，那是谁的？刚谁进我办公室？啊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到底谁弄的？我不知道，不清楚。口红印，这色号。月，你新买的口红好好看啊！这是我看前两天德物做活动的时候买的，各种大牌口红的色号特别齐全，而且比专柜还要划算。真的？那我也赶紧去上面囤几支。哦，好像是月月的。月月，怎么又是他？哎，你们要的胶带我拿来了。哎，黑泽，投怀送抱这招用得太勤了。谁投怀送抱了？自作多情。证据就在这儿，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破坏我跟雪莹的感情。你有傻吗？用口红印宣示主权也太好笑了吧。那你雪莹太善良了，这都不怪月月。就是，对，你就是傻子。这谁让你走的？你有病吧？有完没完啊？来开会。怎么了先生？我们泽总正在开会，请您出去。开什么玩笑，我才是你们泽总。我倒要看看
你到底是谁？原来是梦。哎，不好意思先生，找人要登记的。新来的吧，这则是，我是老板。哎，这是公司要求，请您配合我们工作。怎么了梦梦？月月姐。正好，你告诉他我是谁。怎么回事啊？不好意思先生，请问您是？不是你男朋友吗？先生您别瞎说。哎，先生您要登记。行了，上班时间不是让你们瞎胡闹的，没规矩。哎，你不能进。北辰，你怎么在我办公室？你是？别跟着月月瞎胡闹，我有工作要做。月月，什么情况？是这位先生硬要闯进来的，还非说自己是泽总。你别闹了好吗？谁在闹事？南雨，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保安，带走。等一下，我有照片证明自己的身份。电脑屏幕怎么？带走。我就不信你们能串通公司所有人玩这种幼稚的把戏。听好了，只要你们认识我，京东小魔方上所有众人喜欢的新品都由我清空。先生，我们泽总正在开会，请您出去。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？是他们逼我的。黑子，可要说到做到哦。所有众人喜欢的新品都由我清空。黑子，你要给我买零食。王电脑，王电脑，黑子，王电脑。哎，一个一个，王电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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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更好的老板进了几张股，更好的新品就在京东小魔方。5月24号，百大品牌新品预售开启，超多提升职场幸福感新品以及就绪，更有机会一元抢新品优惠券包。